字不说，拿到 AK 不跟的是棒槌。没错，安娜，我除了从小就有满点的战斗力之外，博弈精神当然也是有的啦。钻石俱乐部第四届钻石杯云端博弈大赛上周呢已经圆满落幕了，听说还有正妹把奖名抱回家了，赶快跟着我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天的现场状况吧。中华网龙所推出的博弈线上游戏《钻石俱乐部 Online》日前举办第四届钻石杯云端博弈大赛，经过了火热刺激的60天赛程，总决赛终于在上周六顺利落幕啦。这次以夏日呐喊的海滩风作为活动主题，特地邀请到比基尼美女小润儿贝贝和台版冯版案比儿来为参赛的玩家们加油打气。本次比赛高手云集，许多玩家还连夜从南部北上来参加，另外还有许多女性玩家获得不错的成绩。75年次的年轻正妹牛奶泡芙更夺下德州扑克组的第三名。钻石俱乐部 Online 透过这次精彩的游戏赛事，凝聚来自四面八方的玩家，让钻石杯云端博弈大赛成为不能不参加的经典赛事。想知道更多关于本次赛事的结果，赶快上游戏官网或粉丝团查看吧。云端博弈大赛，加油！